左边两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旅行视频日志。今天我们的旅程继续，从贝尔法斯特一路向南驱车来到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系好安全带，因为我们为你精心策划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行程。都柏林由维京人于九世纪创建，经历了中世纪的冲突、乔治亚时期的优雅和现代的创新，成为一个以文学遗产、历史地标和友好居民而闻名的繁华大都市。随着我们前往都柏林的路途，我们的兴奋渐渐升温。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美景，值得我们去探索。都柏林捕捉到了爱尔兰丰富历史和充满活力的现实。我们的第一站是宏伟的都柏林海关大楼，这座建于1791年的新古典主义堡石位于利菲河北岸，由著名建筑师詹姆斯·甘顿设计。这座标志性建筑曾是海关税务专员的总部，对都柏林的海上贸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海关大楼经过精心修复，保留了其外观华丽的立面，装饰着代表爱尔兰河流和古典人物的精美雕塑。如今它作为都柏林丰富历史和建筑遗产的见证者而存在。接下来我们沿着都柏林码头漫步，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令人感慨的饥荒纪念碑。这座在1997年揭幕的令人感慨的雕塑，是对1840年代大饥荒中数百万受灾人民的感人致敬。这是爱尔兰历史上一个毁灭性的时期。 Famine Monument。这座纪念碑由雕塑家罗恩·吉莱斯比创作，由令人不安的青铜雕像组成，描绘了憔悴的人物朝着都柏林的码头走去，象征着由饥饿和绝望驱使的大规模移民。这座纪念碑不仅向那些失去的人们致敬，也凸显了爱尔兰人民的坚韧和持久精神。我们现在来到了吉姆拉金雕像，位于都柏林的奥康奈尔街上，致敬于有影响力的爱尔兰工会领袖和社会活动家吉姆拉金。这座纪念碑提醒人们，拉金在为爱尔兰的公平劳工实践和工人尊严而战的持久遗产。现在是时候来点小甜点了，我们在巧克力咖啡店享用美味的热巧克力，它又香又好喝，是我们探索这座城市时暖身的完美选择。你
You go ahead. 来 ，White。Hey, good morning. Sorry. Wow. 哇 ，so good. 这个巴克勒 hot chocolate。是这个爱尔兰的特产，它的热巧克力很好喝哦。它不甜，巧克力味很重，而且那个味道很持久。好的巧克力喝到后面哦，会有一点酸的哦。一起帮啊 good 啦 good 啦，好喝吗？很好喝。有多好喝？非常。你咯？就是假的。漫步在阿康奈尔街上，我们不容错过尖塔，这是命为光之纪念碑。是位于爱尔兰都柏林奥康奈尔街上的一座引人注目的不锈钢结构。这座纪念碑建于2003年，高达120米，是世界上最高的雕塑之一。它的流线型垂线设计象征着现代化和进步，与历史悠久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自那以后，成为都柏林的一座显著和标志性地标，既反映了该市悠久的遗产，又展示了其充满活力的未来。Gardens of Remembrance。我们接下来的站点是宁静的追忆花园，是一个专门致力于为爱尔兰独立而牺牲的人们而设的宁静纪念地。追忆花园于1966年开放，以纪念复活节起义50周年，设计为一个安静反思的致敬的场所。它具有一个独特的十字形祠堂和一尊名为利尔儿童的青铜雕像，象征着爱尔兰民族的重生。在繁华的城市中，花园的宁静环境提供了对自由牺牲和爱尔兰人民坚韧精神的感人提醒。St. Patrick Park.
圣伯特利克公园是一个宁静的城市绿洲，为当地人和游客提供了一个在城市的喧哗中享受宁静的场所。公园成立于1904年，建立在传统被认为是圣伯特拉克在五世纪给基督教徒施洗的地点。公园拥有精美修剪的草坪，充满生机和花坛，和迷人的装饰性喷泉。哇 ，You see, this is St. Patrick Park. 哦 ，Nice. And this is a church, St. Patrick Church. 多年来，它已成为一个珍贵的绿地。既庆祝了都柏林幸福的历史，又为标志性大教堂提供了一幅景色迷人的背景，使其成为反思和放松的理想场所。哇 ，Behind this is a St. Patrick Church. And here's St. Patrick Park. St. Patrick Park, a lot of people. Welcome to St. Patrick Cathedral, Dublin.圣伯特利克大教堂紧邻圣伯特利克公园，是对几个世纪历史和文化意义的见证。建于1191年，它拥有爱尔兰最高的教堂之称，是致力于爱尔兰守护神圣伯特利克地的。其壮丽的哥特式建筑装饰着复杂的雕像和庄严的尖顶，让所有参观者都心驰神往。作为崇拜、学习和社区活动的中心，圣伯特拉克大教堂继续是一座珍贵的地标，欢迎来自各地的游客来体验其美丽，并探索爱尔兰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他们可以弄那些东西，看到吗？你上面那些桌子这些东西。在圣伯特利克大教堂内部，我们发现了纪念树，最初是为了纪念北爱尔兰的麻烦所受影响的人们，作为记忆和和解的场所。Tree of Remembrance.纪念树是2014年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纪念而建，光秃秃的树干寓意战争摧毁一切。纪念树为了纪念100周年第一世界大战100周年，这是你画的什么 church？ St. Patrick Church。啊、哦，爸爸画的什么呀？这是。这个是什么？你画的？啊、哦。爸爸，你看我画的。Archbishop Talbot。哇，画的很像嘛，哈。
看，姐姐在画什么？也是在画 church 是吧？我能看出。This is a Christ Church place. 对呀，对呀。我们的下一个历史站点是基督教堂大教堂，是都柏林最古老的建筑之一，拥有令人惊叹的建筑和引人入胜的历史。它是对几个世纪的历史和信仰的见证。这座标志性的地标最初建于11世纪，见证了几个世纪以来都柏林的变迁。其宏伟的结构、独特的哥特和罗马式元素，深刻地反映了基督教在爱尔兰的持久遗产。在其历史上，基督教堂大教堂一直是崇拜的场所，精神奉献的中心和文化遗产的象征。从举行皇家加冕仪式到经历政治动荡时期，它始终是坚定的韧性和敬仰和敬畏的象征，邀请游客深入了解爱尔兰丰富的过去。耶，看过来，耶，打招呼。OK。我们就不进去了哈，不进去了哈。你们家里是干嘛的？现在我们来到乔治街拱廊，建于1881年，它荣获爱尔兰最古老的目的地购物中心的称号，使它不仅成为一个市场，而且成为一个历史地标。最初由建筑师塞里奥尔·布里德利设计，这个拱廊多年来经历了几次翻新，但保留了其维多利亚式的魅力和吸引力。乔治街拱廊拥有多样化的商店、咖啡店和精品店，是当地人和游客最喜爱的目的地，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购物体验，融合了历史和传统。Dublin Castle。你们说够不够力？德布林卡索，都柏林城堡是另一个标志性的地标，可以一窥这座城市的过去。最初建于13世纪，受英国国王的约翰的命令，都柏林城堡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英格兰统治爱尔兰的象征。在其历史上，整座城堡建制的关键时期包括1921年的英爱条的谈判。今天它是爱尔兰独立的象征，是政府办公室和仪式场所的所在地。凭借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和丰富的历史，都柏林城堡仍然是那些希望深入了解爱尔兰迷人历史的人必访之地。
那个男的是谁？看到吧？当然我们不能错过泰晤士酒吧，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著名的外交家和哲学家威廉缪斯爵士拥有这片土地，多年来他逐渐发展成为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的中心，成为都柏林丰富文化场景的代名词。如今泰晤士酒吧仍然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着历史魅力和现代兴奋的融合，使其成为探索都柏林这个充满活力城市的必访之地。接下来我们参观了茉莉马龙雕像，该雕像建于1988年，描绘了一个年轻女子推着装满海鲜的推车，永远留恋着著名的爱尔兰民族民谣《茉莉马龙》中的传奇人物。这首歌讲述了一个虚构的疑犯在都柏林街头经商，然后不幸的死于热病的故事。Trinity College of Dublin。我们在都柏林的最后一站是备受尊崇的三一学院，由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于1592年创立，是爱尔兰最古老、最负盛名的大学，坐落于都柏林的市中心。这所受人尊敬的学府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学术
传统，其标志性的校园铺着鹅卵石的广场和历史悠久的建筑，见证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学术和学习成就。三一学院一直是爱尔兰的知识和文化生活中心，培养了一些国家最杰出的头脑，并在各个学科领域开展了开创性的研究。从其图书馆收藏的古老凯尔斯书到其享有声誉的教师团队和充满活力的学生社区，三一学院始终保持着其作为致力于知识和创新追求的世界一流学院的声誉。来，快点跑！你们两个，跑过来的啦。